Festival 是，这是一个，它是一个conference， 但是它是以 workshop 的形式组成的 conference， 一个很大很大的圆游会，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摊位，很多都是一层，然后大家都在上面都在做东西，然后都在写程式、做专案、做活动。今年的 Festival 是在伦敦，然后在一个设计学校、设计学院里面，然后有两三百人参加吧，有很多像是 Melilla 的员工，我要的就是 Melillians 嘛，世界各地 Melillians， 然后志工，然后很多第三方的在 WeMaker 这个领域合作的厂商，就是记者啊，然后老师啊，然后教育界的人啊，然后有艺术家，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城市设计师，各个领域的一起聚在一起做事情、做东西。现场就是以 WeMaker 为主题。对，那 WeMaker 是什么？ WeMaker 是一个 Melilla 的教育，以教育为着眼点的专案。WeMaker 的主旨就是这样子 ，build and teach the way， 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专案来教导大家如何打造在网上面打造东西、制作东西，然后要教学，然后要分享，跟大家分享就是网上面创作的事情，然后我们要建造一个就是社群。ModFest 录影都已经公开在网络上面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搜索 MOSFET 就找到，就是 I teach the way。